毁灭人，只要一句话；培植一个人，却要千句话。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的。